你用我们来问各位同学，如果我今天要开一个新的 repository 在自己的本地端的话，我该下什么指令？来考大家，我要开一个数据库起来，我该下什么指令？没有错，继承 IT，我今天开出来，我就可以使用这数据库了嘛？那我今天去做板控，我也可以把这个数据库资料丢到远端去，所以 GitHub 呢就是一个放。本地端数据库的资讯，我可以把它推到上面去做备份。所以有些人开发者说，我也不担心，我的东西出错，反正我就更新到数据库上。我今天本地端程式码，我今天都没有关系，因为我都会 push 到更新到远端数据库。所以这边是没错的，就是说 git 的话是一个分散式的，可以就它产生一个数据库储存库，叫 repository。然后 GitHub 呢，就是说它是一个远端托管，就是托管储存库的东西，就 repository。所以我这边有写一个关系，就是本地端呢，我这里的话有一个 in data channel，可是我也可以把这个 in data channel 放在 Dropbox 或者是 Google Drive 去做云端托管。OK，所以我在这个上面的话，在我这个里面呢，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有很多的服务。我请问一下，你现在看我这个界面了？看我这个界面，然后跟你看到我现在桌面上有。两个资料夹，这两个资料夹都是两个 git，然后有三张的两个图片，然后一个简报，然后你看到我的这个现在在我界面上有这个界面，我来问各位同学，请问我现在本地端有几个数据库？我的 GitHub 上面有几个数据库？有几个 repositories？来，本地两个，没有错，本地两个。那我的远端呢？远端有几个？来看一下哦。首先讲我本地端有两个了，没有错。然后刚好看到六的答案六的话是我最热门的数据库网址。那今天当你有更新资料到数据库的话，这边就会显示时间。就会显示时间，就是说你在什么时候推了一个数据库上去或更新。那我这边就写说我的 repository 的话是117个，OK。所以这就是远端数据库的各种由来。